是雪山飞狐的底家。相传在极寒之地埋藏着数之不尽的宝藏，那雪山飞狐有吞云吐雾、遮天蔽日的本事。八恶人，都说罗刹见了也要闭耳分分，鹬蚌相争，静观其变。谁先夺回宝藏，封侯万世。雪山飞狐，追杀恶人。恶人，永远没有恶报是吗？